好，我是欧美，刚才给邻居家的鸡借了几个鸡腿，今天我们来烤鸡腿吃。我们来给它洗个温水澡。我们给鸡腿来几刀，等一会儿方便腌制。那我们放入姜蒜、洋葱、料酒、蚝油、生抽、老抽、盐、胡椒粉、烧烤料，用我们洗干净的右手给它抓拌均匀，腌制59分钟。我们把腌好的鸡腿用竹子给它穿起来。邻居家的鸡啊，实在是太小气了，就肯借这么两个鸡腿给我，滋滋冒油，香得很嘞。再刷上我秘制的香料，香飘千里，估计隔壁村的小孩都馋哭喽。嗯，好香啊。整只鸡啊，我比较喜欢吃鸡腿和鸡翅，哦，香的嘞。外酥里嫩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啊，喜欢的朋友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